童趣李冰冰在六一突然出现。近日，知名女演员李冰冰携妹妹李雪的儿子、女儿所拍摄的写真大片曝光。画面中，李冰冰身穿白 T， 干净利落，搭配浅色牛仔，简单又 chic。简单随性扑面而来，满满的幸福感和身着浅色系衣服的颜值超高的外甥外甥女共同演绎出超温馨的亲情时刻，与宝贝们甜蜜互动，笑容灿烂，活力感满满，眼神里满满的宠爱，宝贝们的表现力也是棒呆了。三人被浪漫梦幻的气球环绕，时而俏皮玩耍，时而温馨依偎，柔和的色调勾勒一幅温暖有爱其乐融融的惬意画卷。不得不说，这一家子的基因太强大了。非凡娱乐实时报道。